말을 여러 번이나 들었는데도 불구하고 아직도 못 알아듣는 거예요. 진짜요? 진짜요? 因为呢我们前阵子遇到了一个韩国来的类似留学生那种，然后最近又是中秋节，所以我们就想说可以找他们一起去吃烤肉。对，但是现在就是发生一件很好笑的事情，就是我们明明是约1:30，然后现在才几分，我们明明没有迟到，现在才20分，其实时间还绰绰有余，可是我们现在居然是最晚到的。对，我现在正在快速的要走过去，那就赶路先等一下见。影片啊，对对，是我吗？哈哈哈哈哈！我饿过，他说他要订阅我哎、欸，哦吼！이름이뭐예요？朴仁善，朴仁善，我是川向和川什么？川向向和日本人，对日本人，你红中文的乖哦，你退休日本人一点点。오미소미소응응免费他们刚才觉得这个免费很酷。喝什么？我应该会喝可乐。可乐。对。可乐。你要转给我吗？谢谢。去吧。走吧。야죠 오케이우와우리집사장님응인서트아썸네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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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유튜브들어가면처음으로보이는封面图吗？漂亮说挑一下点，搜一下点，啊，等十分钟左右。封面图，封面图，对，很难。中秋节第一块肉，面上那有没有酱料？没有酱料吗？但是说沙茶酱，就只有这种，就有这种。那你还有这个？那还有这个？嗯，我不知道这個，这可能是酱油。那个，它是盐吗？你要盐巴吗？有点太多了。北欧，你们有想要吃什么吗？现在是烧黑乌乌豆鸡，甜不辣，甜不辣，甜不辣，你知道甜不辣吗？不懂。好，没关系，等一下来就知道了。知道是还是懂？来，你，它只是名字叫做甜不辣。有人吃青椒吗？我。青椒，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哎、欸。青椒，我是有高个。这个是青椒，这个这是黑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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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吗？黑芒，喜欢，嗯，喜欢。嗯，你们都吃一吃的吗？烤这个很好吃哎，不好吃哎。你有吃过烤青椒吗？嗯，これ焼きのこれ。可以吗？嗯，食べます。有吃过烤的，然后所以日本也会烤青椒来吃吗？对对对对，烤青椒，烤青椒一定很好吃。嗯，青椒好好吃，这个好吃。嗯，一我的姐姐下课后来吗？没有。我今天没有课。哦。嗯，我今天放假。羡慕羡慕。对啊，嗯、你们是不是1到5都要上课？哦。你们？我们
12点，然后礼拜一、二、三、四、五，这比我多哎。长我们去发货，第四场功课，对呀、啊，功课，你们功课很多吗？最近很多，好好奇你们的功课长怎么样啊？有带来吗？带来。我们在现场教学啊，这有三个台湾人。对啊。点点点多点点点，然后你就照样造句那种吧，好像我们国小学的那种啊、哦，有点难呢、欸。这个太难了吗？这个，不是，你看那个，他是给你那个罗马拼音，然后写中文出来，太难了吧？我办公室里的同事都对我很好。哦，我办公室的同事，同事啊，确实人，然后都对我很好啊，哎、这个很难，这个台湾的不会，你知道我们是用那个，你们有注意，但是我们，你们是用罗马拼音，注音很好，对，注音很难哦，看起来日语。表情。哇，这是什么鱼？豆包。你们没有吃过那种？你也没有吗？在日本。我有。有吧？日本应该有。我一次看。真的？第一次看到。那个好吃。对。我是吃一次。我们今天写了看一看。对。看一看。是，我是吃一次。哪一国的？美国的？美国和台湾。台湾？它是一只个种啊，所以它啊，我原本不是说它是有五个人，如果是有一个台湾人、一个美国人、两个日本人，然后再加一个韩国人，因为它是美国的那个是台湾混美国双国籍的，所以它你看，做的很好，对呀，真的。可是我觉得你们中文其实很好，可以跟我们这样对话，听得懂我们在讲什么，其实很厉害。但是一点点听懂，你那个很可能他那个镜头不，他那的东西那个那个东西，所以都不懂的哦。就是我们听外语的时候也是不是整句听的，就是单字这样。이제는안그러고싶으니까다알아듣고싶은건데자제가지금고민인게편의점을매일아침마다매일근데그직원이항상똑같으신분인데또그직원이하시는말을지금여러번이나들었는데도불구하고아직도못알아듣는데진짜요진짜요약간너무말이빠르고그런걸하시니까더못알아듣는데남편이상해아이고네무시하니까有载具吗？啊，영수증맞아载具是就是发票，영수증근데그条码 QR code 같은거는아结账하는거예요아니요영수증은종이잖아네근데영수증은이핸드폰안내정장이런거예요오아그세븐일레븐커피진짜맛있더라고막대를좋아하는데너무맛있는거예요매일아침사먹거든요근데나중에카페이
豆，커피가다나오면은자신이더중杯拿铁쉽겠어아原本是中杯拿铁我这边很中杯拿铁아용기서는아네冰美式冰美式像可以让它加那个台湾的手摇店就是你可以选冰块跟甜度啊喝多火热的如果你要点微糖微冰有一些人会说微微那汤还是怎样微微微微太难微糖微冰微糖微冰微微微糖起冰无微啊哎不对不是还有什么不知道呀绿豆是你们好吃绿豆是绿豆绿豆沙绿豆沙绿豆沙我喜欢我也喜欢你是喝这种绿豆沙的还是有加牛奶的加牛奶当然加牛奶当然加牛奶他不加牛奶我也喜欢我不喜欢牛奶啊那你其实也吃过蛮多东西的感觉蛮多就是感觉你也吃过蛮多东西的蛮多是什么蛮多就是money 黑曼吃 money 某个我不管你我打开了我不管你我打开了牛肉面的话我牛肉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我不管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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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辣正气一点辣花辣什么的麻辣烫같이먹었어요똑같은맵기였어요저는하나도없는데왜이거뭐야이러면서먹고있는데혼자웃음을먹고있는거예요저지금제일먹고싶은거그거이거이거뭐예요대만의반찬인데이거不知道吗창인창인창인桃没吃过很好吃的真的这个是在韩国人很有的台湾食物继续不吃不吃不吃哦韩国吃了吗对因为我的那个投入好奇怪你居然不包菜这包三克隆果卡맞아요근데고기먹을때고기만먹는스타일그런성도있어요응오사람많아요진짜很多人很多人很多人你们班里面都是外国人吗外国人外国人外国人就是专门去学中文的就是专门去学中文的外国人啊他们不是专业是啊可是就是想要学中文才开啊对对对 对, 對那你原本的专业是什么专业我大学的时候是媒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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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拍那个对对对一样一样一样所以你毕业过那你现在毕业了吗对对对已经毕业了哦你已经毕业我是里面最小的所以你要负责烤肉啊对不是大的人口不是小的烤怎么会是小的烤那你们中秋节你们要去哪里玩呢中秋节台北这里居然吗因为是廉价很多人所以再次下不是不是浪费时间浪费钱那韩国的中秋节都会干嘛像台湾就是烤肉我们的中秋节행복한맞아요예다회장他们的家乡회장他们是그리고拿到钱또래한국은추석이나설날에항상추석영화처럼 TV 에서틀어져있어요대만들那日本有中秋节中秋节没有十五节九个不啦不啦九个呀我不知道那个是甜不辣甜的豆豆啊你们的是不是甜不辣哎呦不会不会甜不会辣我
鸡？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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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木鸡牛奶。乌定乌定。鱼板吗？乌定。有一点点像，可是不太。谢谢哦。小子，这个可以吃。我去，我觉得是我。好鸡，嗯嗯嗯。他们觉得很像瓦吉，但是这个的香是不一样。嗯，是豆蛋欧丁的，他们嗯饼干，我做粉丝。啊，我是吃他们的运动粉类，他们他们的那个拿来的青菜吧，嗯，青菜，青菜，对，青菜，青菜，啊，韩国人들이말할때，嗯，아니근데이런게약간추임새인데可是这种哦对对对对哦你说台湾人会有可是但是근데그거랑은조금다른데그러니까들었을때막저희선생님은对对他응이렇게하는게있어요응하빠어아어어어어어그래서그니你讲话也这样讲的话，会很像台湾人。네편의점에서도직원분이말하고막뒤에계속차차와이거好菜한국사람한테그거不礼貌的吗？아不是不是不是，우리한국사람들이봤을때는신기해요어대만사람들도한국인이말하는거봤을때좀신기해요音色都差得很大。那你觉得我们三个讲话也会那样？嗯，你们别的音色，你们讲话的时候，那个是那叫什么？那个啊，不是不是，一个那。不是吗？不是不是。嗯，那个呢？那个呢？呢？勒之类的吧，这个勒，那个勒，啊你勒，啊我勒，懂是什么？这应该怎么解释呢？这个勒，啊你勒，你呢？问问题的时候，这个勒就是怎么？这个要放上去吗？这个呢？嗯，啊你勒，就是你呢？啊你勒，啊你勒，啊我勒，啊我呢？这样。问问题的时候，啊我嘞，然后他就会回答我说，哦你也可以啊，这样。这个是沙土里，沙土里不是哎、欸，就是台湾的语助词。赤雷可以吗？嗯，不会不会这样讲。麦雷，麦雷，麦雷，麦雷。不会这样讲，他说买吗？啊，买吗？吃吗？嗯，可以买。谢谢，吃吃吃，多吃一点。我一点也吃饱，你们都吃饱？你吃饱了？嗯。真的假的？小鸟味。对。呼吸的，呼吸的，呼吸看到。然后，哦，就吃很饱吗？嗯。台湾人说小鸟味。小鸟味。小鸟吃的那个味。哦。安安妞啊妞啊妞妞，嗯，烤棉花糖，马西梅尔，马西梅尔，马西梅尔，嗯，马达马达马西梅尔，马西梅尔，甜点，嗯，甜点，哦，哎，真的很懂吃哎，加冰淇淋，对呀，哇，哇，哈哈哈，卡哇伊，你们要不要？这个应该可以。哇，谢谢！哦，看来烤得成，超好吃啊！超好吃！哈哈哈哈哈！啊，好可爱哦！拜拜，下次见！拜拜。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一起来投稿吧。